Hello， 酷狗音乐和酷狗直播的朋友们，还有同步在酷狗首唱会视频号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酷狗首唱会。今晚我们一起边唱边聊吧。哇哦，我现在看到好多啊，好多弹幕，这衣服真好看，这衣服哥真好看，这衣服真好看，你就去买，好吧？嗯。没钱，没钱就赚。好，这个点儿，这个点儿大家都吃饭了吧？好，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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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肯定也吃了，我肯定也吃了。然后最近的话，刚刚发了新 EP， 然后最近在干嘛？最近一直在打歌。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 BEBEBE， 哇塞，你们最近在干嘛嘞？马上要过年了，圣诞节都干什么了？圣诞节，上班儿？我不信啊，期末考试，哇塞，快期末考试了，又要放寒假了，家里躺，去环球才下班。我问你圣诞节干嘛，你告诉我你才下班，你从圣诞节一直打工到现在没停过。滑雪了，滑雪挺好，多运动，多运动是好事儿。滑雪的时候，对，滑雪挺好。演唱会，现在还有演唱会？我不信。追剧，追剧也可以啊，追剧，追的是，不是我的剧也行，追剧追的不是我的也行。哦，对，磊磊的演唱会。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是那种特别特别大的。我最近哪有看什么剧了？我最近没有看了，最近我的那个已经播完了呀。然后其他的，最近在找新的剧看。对，还是得多看看，因为毕竟可能以后要涉猎到这一块。我也巡演，我的巡演还得再囤一囤。等到明年的吧，再多几首歌之后，对，估计就有了吧，估计就有了。音乐节太冷了，现在太冷。巡演去哪儿，这个我也定不下来，别问我。边下雪边音乐节，哇塞，你们不冷我都冷，我太冷了。 OK， 巡演来长沙，来广州，哇塞，太多地方了。穿秋裤了没啊？穿秋裤了没？今天没有穿啊，肯定今天没有穿，但我私下就是平常我还是会穿的。对啊，我总不能就是这种场合穿一个秋裤上来吧，太奇怪了。多穿点儿，肯定多穿点儿。对，主要是我扛冻就还好，跳舞是绝对不能穿秋裤的，练舞不能穿，跳舞还可以穿，练舞一穿秋裤，那秋裤估计都粘你腿上了吧，那个秋裤都粘上了，脱不下来。我今年也没穿破裤了呀，我今年冬天我根本就没穿破洞裤了，早就扔了。今天跳舞吗？
今天，你猜呢？哎，想不跳都难啊！好，来吧，那就先打歌，呀。女团舞不是女团舞，现在I can never lose you No I can replace you Always gonna love you Please you Yeah So what I need isTell me alright, baby, let me know tonight. Hold me, hold me high, tight, cause I need you. Tell me alright, baby, let me know tonight. 看我眼睛现在 Baby, you can take me to the paradise. 我们不能忘记享受，因为有你才能每一天都闪耀。我想你牵我手就别走 baby.现在，对，这首歌就叫现在。OK， 那么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任务环节，第一个。OK， 请简单介绍一下新一批 BE。这个的话就是，BE 这张专辑是我首次参与全程参与制作的一张专辑，然后呢是。从头到尾见证了这首歌从无到有的一张专辑，然后这个专辑一共有三首歌，分别是现在 Perfect 和 Promises， 然后呢这次的 EP 都不要钱，然后的话这三首歌都是比较偏就是中速，都是中速的歌曲，然后都是属于有点 melody rap， 然后有点小小的 R&B 的感觉，对，然后就是非常好听啊，三首歌都有不同的感觉，单听每一首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如果你按顺序听的话就是 BE， 对，就是 BE 的感觉。二，为了新专的创作和录制做了什么前期准备呢？其实就是多听了很多歌，然后想了到底自己这次到底要做什么，对，卷律经常会老是重复吧，
自己写的话。然后四，请为新专想一个朋友圈分享文案吧。朋友圈分享文案就是 BE 听完不 BE， 对，听完 BE 新的开始，未来会更好。OK， 好，问题都回答完了。接下来粉丝们可以点击左下角有一个现在的新歌评论入口挂件，大家可以点击挂件多多评论哦。 YesYes， 对，听完 BE 永不 BE， 听完 BE 希望你下一次就能是 HE， 好吧。然后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左下角，哦，在我这个位置，反正屏幕上是有的，你们找一找。回家过年吗？我真的是回家，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四海为家。明年会出几首歌，明年不知道啊，但是肯定会尽量能多出就多出呗，争取一个月一首，争取，对，争取每个月都能出一首吧，就已经很不错了，很高产了。脖子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一个小配件，对，时尚，时尚就行，好看就行。项链是锁吗？不是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像那种锁那种老牛的那些绳子。跨年咋过？跨年没有什么咋过，跨年它也就是365天其中一天，没有什么过的，可能就直播呗，如果你们想的话就有可能。对，然后跨年真没啥，跨年你不就为了等那个零秒，从2021变成2022那一秒，然后啊欢呼两秒，然后结束了嘛，然后就大家该散的就散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说是不是？真没有啥，我可以在每一天我都把它当跨年，我可以给自己设一个日历，我天天都可以倒数到零点那会儿，我就欢呼一下，就每天都跨年。对啊，你们也可以天天跨年，想给自己过节你都能天天过节，有什么，这有啥的。好有画面感，有什么画面感。今年有什么收获？今年跨年怎么会没有兄弟们的陪伴，你怎么知道，对吧，我们互相陪伴，我们也不告诉你。对，看烟花嘛，有烟花的话就是如果碰巧看到了就会看，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对，跨年有活动吗？跨年我可以给自己安排。今年有什么遗憾？今年的遗憾就是 BE 这个 BE就是，对 ，BE 这个专辑 BE 了，呵呵，暂时 BE 了，这就是遗憾。创作灵感都真没什么好讲了，创作灵感就是来源于大家都会基本上都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对啊。你看那个歌词你还看不出来灵感是啥，那你的语文可能需要回去再重新学一下。2022年的期待，我现在唯一的期待就是希望疫情能够好一点，
然后能多一点线下的演出，然后希望能多一点舞台就行，对，就希望能多一点舞台，不管是什么舞台，线上的线下的都行。想在哪里买房？唉，那肯定先得在老家买，要买肯定得先在老家买吧。对啊，音乐节来山东吗？山东有的话我就努努力。明年会有音乐会吗？肯定会吧，肯定会吧，一年怎么也得开一场吧，自己的就是纯是自己的，不是那种和别人一起的，怎么也得有个一场好吧。就你们就算是再坏再坏的打算，你们就等424也会有的，别问了好吗？一场太不够了，那你先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不得不爱，不得不爱，我不得不爱，我不会，背不下歌词儿，背不下歌词，我只会。像小孩，不得不爱。哇，你们这些歌都点的是五花八门的，老点那种这么难的为难我的歌。 I'm so lonely, lonely. Yeah.有什么歌呢？有什么歌呢？别点我自己的歌了吧，别点我自己的歌了。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怎么唱来的？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的咖啡，品尝一杯浓郁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就只会这一句。Justin Bieber 的歌， Justin Bieber 的歌，想听什么歌？他那么多歌，他首首都是 His Song。 那么多歌，晴天，哇哇塞，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故事的小黄花，出生那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即一直飘到现在。咪嗦嗦西拉西嗦嗦拉西西西西拉西拉嗦，哒哒颠走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想再来一遍。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宠爱，宠爱有点难啊，宠爱。我好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爱爱爱到不明白，难过的事想和你分享，暖暖的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只会唱到这儿了。对，但这个歌也是黑送啊，这个歌我当时还听来着。
咖啡，咖啡是什么？我想要杯咖啡，是这个吗？这个我真不会，这个歌还是有点难度啊，有点上难度了。分手快乐，真不会。情非得已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boyfriend boyfriend 好像会哦。好，没事，直接，好，开始了吧。小窝作业本儿啊，节目组在微博上小窝征集了许多作业，随机抽取3到5份完成。OK。给粉丝画一个发大财的图片当新年屏保 ，OK。画画，画画的 baby， 画画的 baby， 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我说不开心就什么伤痕累累。哦，你们要当屏保的，那可得好好加把油了。什么颜色嘞？算了。哇，算了，就这个。好，就这个颜色。新年屏保啊，那肯定得是个。你们肯定会喜欢的，没有人不喜欢这个。好了，画好了。好，来给你们展示一下，画好了。这个屏保我跟你说绝对的好啊，是不好，对吧？肯定你们都需要的那种，肯定你们都是需要的。对，这样我再拿着它，你们截个图就可以当屏保了。 OK， 好了吧，可以吧，绝对好用这个屏保，用完之后你们都会红到发紫，然后发大财，多好的一个寄语，是不是？第二个啊，我再选一个，模仿一段熊二，配音模仿一段熊二吧，老熊二了。 OK， 没问题，来啊，马上来上才艺，熊二，熊大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了。熊大方面，能不能给我留点儿？熊大，别老欺负俺。光头强，别跑。熊大，熊大，熊二。熊大就是很沙哑，熊大我有点学不过来了。对，老熊二了，我是老熊二。
下一个，下一个是，来吧，请问啊，提问：深夜时分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什么？深夜时分的创作灵感的话，你深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啊，我深夜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感触，就会有很多感悟，不管是自己经历过的也好，还是别人经历的也好，还是就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我看到的东西也好，还是怎么的，但是我就会很有很多感受在深夜，就是会特别多的感受，对，然后就会想把那些感受就是偶尔会写下来，对，也不一定是 emo 的感受啊，深夜为什么就一定是 emo 的感受，深夜你也可以是那种 party 的感受，对吧，你也可以写很多嗨歌，为啥是 emo 呢，为什么一到深夜大家就是想到 emo， 大家也可以想着都是那种蹦刺大刺拱刺嘎刺那种的呀，对吧，这是你们的问题好吧，深夜 emo， 我没说我深夜就写 emo 的歌，我深夜我也可以写出就是比如说 BE 里面 perfect 那样的感觉的歌，对啊，就是只不过是什么都写，什么都能写，深夜的时候就是比较灵感就是比较迸发，深夜的时候，只是说深夜的时候就人比较感性，也不一定是 emo， 对，虽然我只是说也有 emo， 但是不一定全是 emo 的，对吧，反正就是深夜的时候就有很多灵感，因为你今天这一天的经历，你到晚上睡不着躺着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脑子里浮现，然后你就会总结，你就会想很多东西，然后这些不都是灵感吗，对，今天一天的经历，这一天的经历，然后当你经过了一段时间，你又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感悟，然后你就可以再写一个比较大的东西，但这些基本都是在晚上了，我白天很少，除非是那种在飞机上，就是一定要是那种无人打扰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是深夜时分创作灵感才有呢，主要是因为深夜的时候你没人打扰你，你手机也不会咚隆咚隆那样子响，所以你就会很专心，对，就像在飞机上也是一样，就是没有人打扰你，不会想，然后你就可以专心的就只想这一个事，对，然后下一个，展示展示你还会什么口技表演，口技表演我会的可多了，我唯一会的，我先从动物开始，动物的话先是公鸡，先是公鸡，好吧，公鸡，但是公鸡当然大家都见识过了，公鸡是这个，我是真的，哦，这个太根本就不像，你知道吧，我当时是有一段时间去了一个回了一趟就是乡下，然后对，去了我妈妈的算是老家，然后他们那里就会养很多小动物啊，对，就有很多小动物，然后我就那会儿就因为那个鸡老是叫，然后我那会儿一开始挺烦的，然后后来我就仔细听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公鸡它根本不是咕咕咕，就是不是它根本发不出那个咕这个声音来，而且我发现公鸡它也会破音的，因为当时我就是听他们一早上打鸣，一开始打得特别响，但是他要打一早上，我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一早上，但是他就是打一早上，打到后面他都是那种啊啊啊，就都这样了，都这样了，到最后反正就不行了，打的都哑巴了，打了好久，从天亮开始打鸣，然后母鸡就是发不出来这样的声音，母鸡就比较急促然后快，母鸡就是都是这种的，对，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狗的话就很简单了，狗的话分中型犬大型犬和小型犬，它们的叫声都不一样，
因为你大型犬你的狗的那个嘴里的那个腔体比较大，它共鸣就会比较大，所以它的叫声就比较音就比较低，就是比较那种，就是比较汪汪汪，哇，这个有点传出去有点不像，就是那种的比较这样的，因为它的嘴很大，所以它就会共鸣的比较那个什么。然后小狗就比较尖一些，小狗都是汪汪汪，都是这样的。对，真的得天天观察，就是得观察身边的事物，这个是当时那个表演课老师跟我说的，不仅要观察人，还要观察一些小动物。对，因为你得模仿。绵绵不会叫，绵绵真不会叫。然后还有什么？老虎的我真模仿不上来。还有什么？还有那种马跑的声音，马跑的声音我也，这个马跑的声音那是跟别人学的，马跑就是。对，最后是他跑停下来了，然后休息了。这个是跟别人学的，当时其他的都不行了，其他的都不算像。最近还在那个钻研，还在仔细观察其他的动物有没有能学的，有的就真学不了。你像那些大象什么那种，它那个声音太根本没法发出来。猪我只会学它吃饭的声音，猪吃饭我还特意观察过，它是那种就这样的，就是边吧唧嘴然后边打着呼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库纳，哈库纳没有声音的，哈库纳都没有声音，它都不叫的。我怎么知道小窝叫是怎么叫的。猫咪，猫咪叫很简单，喵。猫咪也不是喵，猫咪根本发不出喵，猫咪都是喵喵喵，这种声音。对吧，咱们得善于观察。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就你得注意你身边的一些事物，你就会突然比别人掌握多一个本领。真的，大家都是活着，对吧，大家都是活着，但是如果你善于观察，善于这个学习，你就有可能比别人多会一个本领。你先别管他现在能不能用得上，万一以后他就能用上。得善于观察，善于学习。 OK，好，下一个导演组播放2021年热门 BGM 副歌，猜哦，请艺人猜歌名并哼唱一小段，说错两首歌名接受惩罚，挑战神魂颠倒舞蹈，惩罚是挑战神魂颠倒的舞蹈。不得不说这个神魂颠倒最近真是天天颠倒在我的那个短视频里面，我希望现在也能就是再到一些你们的短视频的软件里。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这是我知道了，这个是热爱105度吗？是105度的蒸馏水，105度的水。这是什么？105度，热爱105度，热爱105度蒸馏水，热爱105度的你。哦，热爱105度的你。Super Idol 的笑容。哇天。OK， 这个是一见钟情吧，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化学反应。这个是什么歌啊，这个我听了好多次。对，你们猜一下。你的眼睛
像星星。这个是你的眼睛像星星啊？我的天哪，怎么会搞一个这么长的名字？你的眼睛像星星。OK。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完了，这是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但我看到了是漠河舞厅，他们说是漠河舞厅，但是我真这个我是真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看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这个歌。对，好，一个哼唱不出来，这个真没听过了。这个听过，这个听过，不知道歌名。对，但是我又看到一路生花，一路生花。哇，这个我真不知道歌名了，这个但是我听过，这个还是刷到过的，这个当时还是红遍当下，红了一时啊，红了一时，挺好。这我知道，这我知道，景龙和景迪儿的那首。我走过玉门山外祭奠山上飘的雪，也走过哒哒哒哒哒哒吹过来的风。对，叫什么？那个字是念怎么念？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就念。这个念什么？这个念马瑶。马瑶，萧萧。哇哦，没文化了，没文化真可怕呀，兄弟们。萧萧你。抬头看到的那张是我眼里的苍穹，想念水波拂雪的风，就任它放纵，带我所想的飞去有你的星空。你落在了星空，而我有心重重，还有一种无处安放的情绪。这个听过，但是真不知道歌名了。这个真不知道了，星空剪影，奔赴星空。哇，怎么还有人骗我啊？星空剪影是什么东西啊？下一个。哒哒哒哒哒哒。我们一生在东方，祈祷都满家光。我和你心神与你怀，唱一杯细流啥？万江。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万江，万江。好吧，体验一下吧。没事，我随意。Freestyle。眼冒金星，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白的
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白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收起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喜欢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Please just give me kiss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好神魂颠倒我神魂颠倒这歌确实还挺好听的好真挺好听啊这歌真挺好听OK 哎呀缓一缓 OK 第二首歌终于到我自己的歌了来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还没唱过呢好像还没唱过还没有过对还没有过这种现场版虽然这也对就还没有过我自己唱的版本只有录出来的版本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耶耶OK 第二首歌结束了 Picture perfect like a photograph You don't need no filters Girl you're perfect 怎么样这个好听好听好听夸夸为你心动就会这几个字吧你们就会这几个字哈应该是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更爱清唱嗯不行额外的价钱
Don't you yell your bread。 清唱好听，清唱好听，那你就听听。谐音梗小课堂，哎呀，给你们上课了啊！请分享一到两个童年爱吃的粤式小吃。请分享一到两个童年爱吃的粤式小吃。童年爱吃的粤式小吃的话，应该是虾饺和肠粉。对，因为我童年的时候我还没吃过那些什么，就是早茶里面那些金钱肚还有那个凤爪，那个都是比较大的时候才吃的。那会儿我小时候天天去上篮球课的时候，那会儿吃的天天早上吃的都是虾饺和肠粉。对，这两个应该算是最经典的吧。云吞面都是放学的时候，也比较大了，不算很小。对，云吞面那会儿都是中学的时候吃的，那会儿都不算童年了吧，童年还是小学算。二，请分享近期学会的谐音梗。近期学会的谐音梗啊，近期学会的谐音梗，我想想，我先想一想。谐音梗，好，来一个吧。十二生肖如果实行淘汰制，第一个被淘汰的是谁？啊，第一个被淘汰的B.E. 第一个被淘汰的是 B.E. 吗？老鼠，为什么是老鼠？你得说为什么。十二生肖，我照让，我又不是生肖，我是蛇，蛇肯定不可能被第一个淘汰啊，蛇那么猛。兔子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别猜和我有关的，我又不是谐音梗。是我给你们。牛，猪，还没有猜对的。猫是什么东西啊？鼠等于书，不是的哟。实行淘汰制，第一个应该被淘汰的是鸡、马、喵、老鼠。有说对猴了，鸡，对，是鸡。但是为什么呢？是鸡，但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应该被淘汰？不知道了吧？因为鸡气人，因为它比较气人。对，所以他被第一个淘汰了。机不可失，那他就不被淘汰了，好吧？没错，机器人怎么样？然后再问你们一个：猪八戒去了湖南，等他回来，他就变成了猪九戒，为什么？猪八戒去了湖南，等他回来变成了猪九戒，为什么？对，因为他去了张家界，又加了一界。他挺聪明，肯定上网经常搜吧，你们。啊？可真是乌龟伴走读，憋不住笑了，是吧？再来一个，谐音梗。我想想，最近他们说了很多谐音梗的，但是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因为我最近没有研究谐音梗了。我最近在研究那个歇后语，歇后语。对，歇后语，歇后语，熊猫点外卖，后面是什么？熊猫点外卖，你们知道吗？熊猫点外卖，熊猫不懂。对，损到家了，不是多损，就是损到家了。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还有，厕所里跳高，厕所里跳高是什么？陈年水龙头后面是什么？跳闸了，过分了，对，是过分了。那我再给你们来一个，真是麻雀吃了那个蟋蟀，
麻雀吃了那个蟋蟀是什么？确实帅啊，对，没错。那我今天的课堂就在这儿，就到这儿，到此为止了。第三个，挑战2021网络热门谐音梗，哇，哇，这有了。OK， 第一个企业级理解，这很简单，就是企业级理解，企业的那个企业，就是企业家的那个企业，企业级理解嘛，这个很简单。河南拔智齿，河南拔智齿，来，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河南拔智齿，河南拔智齿，河南拔智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河南不智齿，对。第三个，这个太简单了。有一说一嘛 ，use，use， 有一说一，这个我简直看到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个还有什么？这是绷不住了，绷不住了。韩信带净化是什么？来，这个我不知道。韩信带净化，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韩信带净化，什么？油麦。韩信带净化是油麦吗？漏，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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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带净化，漏，不知道。哦，漏是 no。韩信带净化是什么？闪了，信带。韩信带净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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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句话，对，还是在那句话。哇塞，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就知道韩信带净化，学到了韩信带净化。OK， OK， 韩信带净化，韩信带净化，韩信带净化，学到了，学到了啊。你们网速挺快的呀，我都不知道这个，厉害了，活到老学到老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你5G， 我8G。我会玩韩信吗？我根本不行。我不擅长这些，歌太好听了。你是不是有点网络延迟？我都唱完半天了，哼，你真是二 G， 我都唱完半天了，你才说歌好听。OK， 来吧。咱们接着往下走，接着往下走，请根据以下三个简短的舞蹈视频，简单现场创作一段舞蹈，进行展现不一样的魅力吧。好的，来，让我们先上舞蹈动作。OK， 上舞蹈动作啊，上舞蹈动作，来。好，来。我直接看反松，你们看这几个舞蹈动作啊，一个是这个毕业啊，毕业，还有一个这个，OK， 还有一个这个。OK， 好的，可以，好啊，这个好，这个好。我鼓敲起来，走
OK， 哇，哦呀，这太乡村爱情了。哇，对呀，过年好，过年好，听这个歌真的感觉就是提前过年了的感觉。哎呦我天，来个托马斯，托马斯，我托尼斯，托马斯，我来个托沃斯。嘿，哇 ，dreams come true 了，你们这就还可以吧？托沃斯，我刚才跳的托沃斯。哎呦我天，还挺累，头发支棱起来了，那必须得支棱起来。马上要过年了啊，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虎年大吉，虎虎生威，年年有余，幸福美满，早日脱单，暴富永远顺利上岸，好事成双。OK， 妈呀，虎年你24，妈，虎年你24，你不是本命年吗？今年记得穿红内裤，就是红袜子啥的啊。真的很有必要，因为我就感受到了，我最近就是这去年吧，身边有很多是本命年的朋友，他们就是都感受到了这个不容易，都感受到了本命年的不易啊，搞得我也有点害怕现在。对，所以我本命年我一定得，我得这个好好的过一过。哎，但是我一直很不理解啊，说到本命年，本命年我你想12年才难得遇到一次，我本来以为本命年的运气就是会比往其他的比起其他的年的话会特别好，结果你还给我上了一课，还给我来一茬，我真的是服了。我本来我还挺期待本命年的，我一直不知道本命年是这种那么难的一年，我一直以为本命年是好运的一年。哎，太不容易了，本来就这人生就不容易，等了12年你给我来个这，太难受了。我还早也不早了，我跟你说时间过得特别快。哎，真的加油啊，希望大家都能啊，如果是明年是本命年的，希望都能顺顺利利的度过本命年。对，每年都不容易，说的没错，每年都不容易，我这不是本命年我都不太容易。过年回家吗？我刚不是说过了吗？对，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没？除了我的歌，别点我的歌了，别点我的歌了，你们天天听还听不腻，你们就别点我的歌了，你们可以把我的歌多安利给别人好吧，然后我来给你们安利别人的歌。咱们就属于是一个互相安利的，我安利给你们别人的歌，然后你们把我的歌安利给别人，这么一个过程怎么样？ Last Christmas 我不会，我知道老是刷的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Da-da, da-da, mistake, you give it away. This where I spend my day.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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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啥呀？韩文歌，韩文歌，最近我还真有在练一首，练一首叫做什么？叫做《듣는편지》，就是听信。应该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吧，应该是这样，但是对，应该是这样的，怎么唱的来着？저별을가져다너의두눈에선물하고싶어내모든걸다담아서전해주고파
Sometimes I cry, 널 잃을까? Sometimes I feel 내 품에 잠들어 있는 널 I promise you 저 눈이 오는 날에 I promise you 너와 나의 두 눈을 마주치면 나나나자자자 大概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后面忘了，后面忘掉了，我也才刚开始听，特别好听，哇，真的给我好听到了，原唱的特别好听，原唱唱的太好听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鬼怪主题曲是哪个？鬼怪主题曲是 Beautiful 吗 ？Beautiful Crush 的那个吗 ？Beautiful Life。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 Beautiful light 난 네 곁에 있을게 不会了 Eleven 不是刚出的那个新团的歌吗但是 我有看到好多次刷到好多次他也是经常在我的短视频软件里边就是这个若隐若现但是好难啊他们那个指纹哎指纹是怎么来着指纹这旋转几轮这旋转几轮变成我们忘了此刻的指纹留在每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轮的结论结自喜悦的不会了还是有挺多好听的歌的这些应该都是新歌吧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新发的但是我最近才刚听到反正我觉得最近还是有挺多好听的歌的还有那个哪里都是你特别好听但我不会唱啊我不会唱这太难了哪里都是你真的很好听而且是特别是一首 very very good 的一首歌对真的非常好听然后也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在这么多新歌里面的火了的歌里面是品质最高的一首哪里都是你真的好听还有什么起风了你觉得我能唱得了起风了我来不了特别的人我知道最近很火但我不会唱特别的人奋不顾身NONO 的唯一哦是什么来的你在我梦里笑得比西瓜住在天下灯光下的 AP 射出在缤纷的光线我发现我这怎么听歌真的是可能是因为看短视频的原因只会唱就是两句现在不行啊不行太夸张了我现在但是我最近就是真的有在那个练歌的有在练歌对等下次练好了几首了咱再带上来展示好吧 OK根据小窝的弹幕选择完成其中两项指定任务 A 弹幕选择你们选啊 A 是录制一段元气满满的早安铃声 B 展示近期学到的废话文学 C 以时光的语气霸气互粉来吧你们选吧 A C 我觉得 B 就不用了我真没有废话文学了最近这个废话的势头过了已经ACAC OK 那就 AC 吧
录制一段元气满满的早安铃声。你们要不给我发一个那个文案，你们想要的这个标准文案，我这次直接给你们照读好吧，怎么样？还是你们又要让我自己来随意发挥？又要让我随意自己发挥的话，那就是可能有点就是不是那种起床了，直接给你们亲爱的要起床了，要不然太阳晒屁股了。宝贝儿该起床了，来，你们同意一个什么 ？OK， 我去，到时候选一个发的最多的。OK， 姐姐该起床了。这个太离谱了，自由发挥吧，自由发挥行啊，自由发挥了那就。要元气满满的，怎么能老整这些呢？这些有点太油腻了，一点都不元气满满，一点都不青春洋溢。来，给你们来个青春的，就解了吧。好，来，三二一，解，起床了，起床，解呀，上课要迟到了。上班要迟到了，要扣工资了，姐啊，起床吧，姐，起床吧，再不起床，咱们要没钱花了。好，这哪有被吓醒的？这么的平静，不要姐。好，再给你们录一个，就是双姐的是吧，双姐的也行。姐姐起床啦，不要再赖床了哦。这种的吗？是不是非要就是这个搞这些啊，油不溜啾的，油不溜啾的，太夸张了，不能了，在这个称呼就不行了，算了，我叫爸爸吧。妈妈的来一个 OK。 好，以时光的语气霸气互粉，好，跳过这个了，你们刚才就去那个什么就行了好吧。时光的语气霸气互粉，时光的语气，我的天，我都有点回忆不起来了。嗯啊，我先平复一下，时光不会这么有外放的情绪，好怪啊！干什么呢？这怎么互粉啊？但是又来偷看，又来偷看我的小窝的朋友圈了啊！走开，可以吗？我实在想不出来了，怎么互粉？不许动，站住，说你呢，别再来偷看我们家小窝的朋友圈了，可以吧？好，可以，就这样了，我觉得过关了，我过得了自己心里这一关，就这样了，我已经比以前就是油了很多了好吗？以前这些都完全就是打麦的，今天都行了啊，你们得知足常乐，咱们得一步一步游，不能一下子游到极限好吧。不游，不错不错，进步了，我这清水清水，我这是，我这还清水，哎，这就是，哎，油妈妈抱着油哭油死，什么东西呀、啊？你这个是，我还在那读呢，我哪油了？我不是，我哪不油了？我挺油的了。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我的油，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我耀眼，热爱405度的你，
OK， 怎么说？哈哈哈哈，过 OK， 那就过关了这关，好吧？过关啊，过关了。好，下一环节，咱们八卦问答社。第一题，参加超新星运动会中有交到什么新的朋友吗？参加超新星运动会，哇，我这次真的有交到特别多的朋友。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今年，我今年实在是就是没有原本认识的朋友跟我一块来吧，就是很少原本认识的朋友，而且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比赛，本来人就少，我原本认识的人就少，所以就我就是没办法，被迫的就是得打开自己，然后就交到了意外收获啊，意外收获了很多好朋友，比如认识了很多，像你们说苏勋伦也是新认识的了，还有甘望星也有新认识到了，还有谁啊？其实还有好多，像郑宁、李郑宁啊，管乐哥，还有谁？还有好多，还有好多，真的好多。对，总而言之就是交到了特别多的朋友。今年唯一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好多创四的朋友们，对，感觉就跟两年前我们应该差不多，就是两年前超新星也全是我们那一届的，就是现在就是感觉又有点那个什么了，突然想到了两年前。哦，对，博元老师，博元老师又不是新认识的，博元老师我你真不知道，我跟博元哥你真的是比应该任何人认识的都早，我跟他认识，我跟他是在6年前7年前就认识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会儿就是真的很早，那会儿他还没有签公司，然后我们两个是在一场面试，一场选秀里面，就是面试去面试一个公司的时候然后认识的，然后我因为当时是什么状况，是因为我们两个就当时很多人嘛，你也知道面试都很多人，然后我们是唯一留下来的两个，唯二的这个选上的过了一轮的两个人，然后我们当时就留了一个，当时就用微信了，当时就留了个微信，然后就说要有消息了的话就互相联系啊，然后因为未来我们也都是可能走这行，然后就是互相也可以照应一下，但是结果后来就是也没有特别多的联系，但是不过我们很早就认识了，而且当时就是博远哥真的是特别好，我当时选秀的时候面试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唱的是那个手放开，手放开什么来着，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哇塞，他当时唱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我都当场我就沦陷了，当时他唱的太好了，因为那组我觉得他是当时唱的最好的一个，就是真的特别厉害。对，然后当时我是啥也不会啊，我就是用我那段 baby 那段 rap 加上鬼步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莫名其妙的留了下来。对，然后后来就看到他真的是见证，因为他我们都会发朋友圈嘛，然后就见证了他一步一步，然后到签了公司，然后看到他每天训练，然后终于现在站到了属于他的位置，简直是太开心了，真的就是一种很爽的感觉。对，真的特别励志，因为我真的是见证了太多，看着博远哥一步一步的，他一直都很努力，特别努力，太努力了简直。对，然后我也是一直在跟他一起努力。对，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好神奇哦。 OK， 这个就过了。二，作为演员的身份未来有想挑战的角色吗？有的呀，这个我都说了啊，但是这个不知道播没播，这个我说了好几次，挑战的身份嘛，因为是挑战的角色，就肯定不是我，不能说我现在觉得马上能演好的，我想挑战那种误杀二，误杀二里面像林日朗那个角色，我觉得特别帅，我觉得也特别好，喜剧
我唯一想挑战的就是喜剧，还有这种悬疑，还有就是那种 BE 美学，就是我要我们在一起啊，或者是后来的我们那种感觉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一个是这种题材，还有那个最后误杀这种题材，可以是那种能引人深思的，或者是能带给人很多感动的一些电影才是好电影。然后像，要不就是像喜剧这种，就是可以带给大家欢乐的这种。对，我觉得这种才是 very good。 对，当然了，我现在无法驾驭啊，主要是我只能光想想，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啊，我还在，还只能努力学习，好吧。但是如果有朝一日我的能力能达到那儿的话，我真的很想演这三个里面的其中一种题材的，要不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要不就是能给大家带来感动，要不就是能引人深思。对，我觉得这三种才是比较有意义的吧。对，然后三，近期降温较大，分享一下冬季保暖穿冬季保暖搭配的小技巧吧。降温较大，分享一下冬季保暖搭配的小技巧。我最近都贼冷，我都没有什么技巧哎。技巧就是多贴暖宝宝，先穿一个打底衫，然后把那个打底衫贴满暖宝宝，然后就是穿你这些衣服里边，就是你再多穿一件在最里边贴身的那种，然后贴满暖宝宝就行了。当然我没有那么做。对，然后四，新的一年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呢？新的一年的期待就是期待可以，就是期待疫情能好一点，然后可以多多有线下的演出机会，然后期待明年能够有一首歌，希望能够就是出现在就是当红的 BGM 的列表里边。对，这就是两个期待吧。对的，然后希望咱们这个新生代的，不光是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在我前面的和在我后面的这些前辈和我的哥哥们，应该还有弟弟们，一小部分弟弟们，希望大家都能就是顺顺利利的吧，希望咱们能够早日撑起这个华语乐坛。对，我希望，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这一天的，我觉得会有这一天。因为据我所知，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跟我一样大的朋友，他们还是有真的在好好的在做音乐的。对对，真的真的，这个是很中肯的。因为我觉得，对，就是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一代就是现在有点太那个什么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有才华有实力的朋友们。对，只不过可能是他们的歌可能或许要等到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再长大一点，或者是我们比我们小的一些小孩再长大一点，才有可能受到更多的认可，咱们才有可能就是。对，希望咱们的这个音乐可以越来越往，怎么说呢，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不同样的这个音乐人吧，然后带着不同样的音乐作品去走向更高的地方。对，不能只做一种音乐，也不能全都是，就是希望有各种各样的做各种各样的音乐的人。对，音乐是很多元的。 OK， 会越来越好的，我也相信是这样，总会有这么一天的，我跟你说，总会有这么一天，我们也会从后辈变成前辈。对，但是希望到那会儿，怎么说，希望到那会儿我们能得到认可，然后也希望我们到那会儿的时候再新出来的后辈，他们也能及时的得到认可，而不是
对，就是一昧的去说他们不行，说他们是小孩就不行。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OK， 就开始了，我又开始了疯狂的这个输出，疯狂输出模式。对，反正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众口难调，大家总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总有自己觉得认可的人，那就够了。咱就是不喜欢就不说啊，不诋毁，不诋毁，因为每个人能走到这儿都不容易，或者是能发出一首歌来都不容易的。对，因为我知道那些人都经受了太多太多，不管是我的前辈，或者是后辈，或者是还有一些没有上节目的人也好，他们，我知道他们都付出了多少，都很难的。不要去敲敲键盘就把别人的努力给诋毁掉了，真的，大家都不容易。 OK， 接下来那就送上最后一首歌，也是这个BE 里面最 BE 最伤感的一首歌。对，但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不要 BE， 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可以放下过去，新的开始，继续努力。承诺被风向散尽，我寒冷心里头呀。
to be there. It's either you won't let anything ever come between us, you break us apart. So tell me, baby, why? Oh my god， 哇塞，这首歌好高啊，太难了太难了，哇塞，这首应该是这三首里面最难的，真的，这首最难，这首没有，这首就这三首本来都应该挂电，对，但是今天没不挂啊，今天不挂，今天是就是纯唱，下次给你们听一下就是挂了之后的现场，对，然后现在已经到尾声了，这首已经到尾声了啊，现在，然后的话希望明年能够尽快，也不是明年吧，希望尽快能有机会能给你们带来剩下的两首 Perfect 和 Promises 的现场，就是舞台，对，然后我最近一直在钻研这个 Chris Brown， 我现在一直在看他的现场，因为对现在 Chris Brown 算是我的 wannabe， 就是我希望能成为像他一样的歌手，然后现在我一直在钻研他的舞台，然后希望下一次的时候能够现场给你们演绎这两首歌，然后希望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突破吧，对，希望能够有一点改变，然后最近我在多钻研多练习，然后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马上就要过年了啊，大家照顾好自己，多存点钱，然后买点好吃的给家里，对，然后小孩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拿点花岁压岁钱，快快乐乐的，然后最后咱们就差不多啦，好吧，然后最后的最后啊，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的话，上微博话题护狗首唱会告诉我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